欢迎大家来到黄虫夜场。如果讲到了这个全球股市里头，现在有两头牛了哈，两头牛最牛在哪边呢？那我告诉你，一个叫入股，一个叫台股。诶，从哥有没有讲错啊？哈，我们台股算是最牛的吗？啊、呃，这个话呢没有讲完全了哈。啊、呃，如果说这个入股对吧，可比是一头，有人把这种叫做疯牛。 <laughs> 叫疯牛狂牛很会长那台股呢最牛牛在哪里？是牛在牛皮的，是在牛皮，这是两头牛嘛哈？那台股来讲是牛皮最牛皮的，拜托打从阳年开张之后是从这边开始的，到现在拜托都牛牛皮在这个地方上下区间大概是三百点之内。 你看这个有多么牛皮呢？哈、啊，是不是？尤其最近这几个交易日下来，哈、啊，一天给你跌个一百点，隔天涨一百点，再下来礼拜五，哎呦，又差点给你跌一百点，搞什么东西嘛？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呢？你没看到人家哈、啊，那真正的牛哈，疯、啊、牛、狂牛是这个样子。单单从二月份啊，农历年前到现在这个样子呢，三零四九，个跟你到四三一七，还在创新高，我们相当于没涨啊。 我们香港于没涨啊！这期这期间，你看到上证综合指数涨多少？告诉你，这个样子涨了四十一趴，涨四成多，涨四成多啊！两头牛嘛，人家是这样，像疯牛，像狂牛，我们呢啊，我们的情况之下就像。 最牛皮的，最牛皮就是我们呢、啊，拿他没办法哈啊,啊！真的，他是不是巴望着台股可以跟啊这个陆股一样这个样子涨呢？诶，说到陆股的话，有人又觉得怪怪的了哈啊,啊！说起来，你说要玩陆股的话，现在不一定要啊到香港、到大陆去开户啊？呃，是不是？你说在台湾，我们现在目前台股本身就挂牌啊，跟这个陆股连接的 ETF 嘛哈啊,啊，这个样子只要从 ETF 下手情况之下，一样可以赚到呢啊那个疯牛的钱。 当然，说归说了哈，那有人就觉得奇怪了，怪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看到入股这个样子涨，对不对？那好，你看到哈，包括到礼拜五，它还在创高啊，没有错啊。来再看一下哈，礼拜五入股还继续往上创创高，那就最近这最近这两天啊，就这个样子涨涨，连续涨给你看好啊。你说这样呢？但是。 这一档这一档 ETF 哈，这一档 ETF 呢，来看到这个是三十分钟 K 线呐、啊，这三、個、十分钟 K 线，你看到这个大概这个礼拜就这个样子，这个礼拜啊，如果从上个礼拜以来啊，相当于就这样啊，好，阿、啊、力发现一件事了，欸、它怎么涨到高点两千三之后掉下来一一口气给掉掉到哪边？掉到一千六，现在一千六百多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嘿，入股还继续往上再涨，还继续在喷涨。那这一档、这一档呢？这一档为什么两千三掉下来掉、啊，掉到这一千六？哎，这样跌很多了，跌很多，跌掉几百块啊，跌掉几百块，相的跌掉大概七百块了，跌掉七百块,块了,块了、啊。他是谁呢？来看看恒生香港啊，你又是香港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港股的啊，你清不清楚？恒生香港，他做什么的？ 恒生香港这一档 ETF 呢、啊，它成分股里头总共呢啊有五十档，五十档的成员里头大部分都属于大陆来到这个所谓的香港挂牌的 H 股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起来，它相当于是跟陆股连接的、啊，跟陆股连接，因为它成分里头大部分都属于大陆的 H 股到香港挂牌的。 啊，这个叫恒生香港 ETF 嘛？啊，为什么这个样子入股还继续往上喷涨？啊，你看到三十分钟 K 线这几天在我两千三给你掉掉下来掉到一千六？啊，你说哎，那这个样子如果要跌低一点的话，是不是换它呢？变成哎，它这样落后了嘛？落后之后是不是跌下来之后应该还要涨呢？那好吧，啊，既然又掉下来了哈。 那好，就算作它是不是涨多回涨，短线涨多回涨嘛哈？不懂半对数三分线，你对指数股价没概念啊？你说好，OK，就当它是从八五二涨起来，涨到两千三啊，一下涨太快了，啊、回涨下来。好，如果对这个 ETF 有兴趣的话，啊，请问操作我怎么操作？当你什么都不了解，第一个要运算半对数，连半对数都不会的话，啊，我说真的，啊，你真的对指数、对股价，包括对 ETF 通通没概念了哈。来，所以呢，所以呢，来，如果说就以那个短波来讲哈。 那先计算一下给他，你说他回很多吗？啊，回很多，你先计算一下第一关就好啦，第一关就好啦。啊、拜托，好搞不会，哈、啊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呵呵再一次，嗯哼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马上马上就 OK，嗯哼。 来一个数字就出来了哈，一千五百七十四块4 5入了，一五七四哈，一五七四写上去没有关系啊，有兴趣的哈，P one 等于一五七四，哎，他连第一关都还没到，只是接近而已啊，只是接近而已，他还没到第一关呢，还没到第一关啊，更何况你说哎啊，如果还要来一个更稳当一点的话，下面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，这个就多多方护城河，这一个多方护城河的话，哎，一五七四还没有到这个。 护城河里头，那如果给它掉到护城河当中呢、欸？啊护城河当中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干脆呢？啊，不然你就回回的多一点哈，再回多一点的话，给它回到第二关好不好？来一个数字就出来了哈，是五入好了，一千四，一千四比较简单呐、啊、哈，P two P two，来看到 P two 等于一千四百哈，一千四百已经落入多方护城河当中，哎、欸，重叠的一个支撑呢、啊，呃。 是不是这个样？感谢你从哥在节目当中报你名牌啊！别误会，我们也在报你任何名牌。半对数告诉你，关卡还没告诉你答案呢、啊。答案是我们下来判别的。你用这样的一个运算的话，那么这个配合上配合所谓的一个技术分析嘛？哈、啊，好，你配合技技术分析，那你同样要兼顾基本面，你要兼顾基本面。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。 你这个操作 ETF，除了有技术问题之外，还有基本面问题。您知道恒生香港对不对？它本身五十档成分股大部分是属于呢大陆来挂牌 H 股。来一个最基最基本的基本面在哪里？请问你一下，它的净值多少？它现在净值多少？晓不晓得？晓不晓得？自己查，自己查，好不好？查查看之后，看它真的如果掉到这里，真的掉这里，你真的要买吗？ 换做是我的话，我才不干；换做是我的话，我才不干啊！查一查它的净值大底有多少哈、啊？今天我们节目呢哈、啊，假日节目今天有即问即答，但是要问的呢，不是这一个这两个股的净值多少啦，不是要问这个东西啊？它净值多少自己查，有兴趣自己查啊，当做做功课嘛哈啊,啊！所以像我所讲的一件事哦。 很多东西啊，到最后技术面跟基本面了、啊、哈，有时候是背离，有时候到最后他以为配合哈。比方呢、啊，我们讲一个好，回到我们台股身上好了。来，在周末，你看到 TPK 成功打到跌停，TPK 成红打到跌停，啊、呃，前一下，之前不是有外资呢对他歌功颂德吗？说这种个股呢，在今年来讲转机性有多大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，讲讲一大堆了哈。这个讲的，人家讲的也不见得是骗你呢。今年这里有转机，甚至大转机啊，Apple Watch。 那 A p p l e Watch 出来之后呢？啊，股价现在反而往下破，啊破到给你跌停板的一个情况之下。好，OK，那这种情景怎么去看待它呢？你比方说了，在前波，我喜欢它的地方在哪里？我喜欢它的地方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呃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来看它嘛，一四七涨到二二九点五，回涨下来，那回涨下来，当时开始展展露它的一个转机性出来了，要否极泰来了。好，OK，啊，如果因此股价维持一个多头步伐拉回的话，要踩住第几关？ 第二关，第二关，五百年前这个东西早就算过了了哈，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没有关系啦。来来来，来看一下，一个数目是多少？一八四，一八四舍五入嘛哈。好，OK，你看到多头步伐要踩出一八四，刚好一点不差就是一八四。好好在这个地方，于是人家股价拉起来，给他创高啊，创高到这里啊，明明做创高了啊，创高之后呢，啊，外资呢纷纷调升它目标价啊，到三百多块，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啊，为什么结果下来是破线，把它掉下来？ 继续说真的了哈，它固然有转机，当它股价越涨越高的时候，你们想到一件事，请问一下它本利比多少？本利比多少？如果你去年来看的话，哇塞，那时候吓死人了，去年赚不到一块钱，才赚了零点八四元啊！你说今年呢？预估今年一个东西啦，我也觉得很好奇了哈。今年真的我相信 T P K 一定比去年好吧？我相信它比去年好哦。不止 Apple Watch 的啊这一方面，它是一个触控供应链之外，还有包括什么？包括呢？啊，听说它要重重返呢。 啊，iPhone 手机的一个怀抱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呢，iPhone 手机改成这个 i n s a l 之后啊，它等于丢了一个大订单嘛，哈、啊。但是它现在跟这个 Apple 本身两个合作开发什么压力感测器？因为这个现在接下来呢，接下来的话，他们现在这个触控还要继续升级，所以合作开发压力感测器。那这么说起来，真的有转机不是没有？好，问题了，今年今年预估它可以赚多少钱？我现在很好奇。 我现在似乎在法人圈里头，我还找不到，还找不到说大家预估今年到底可以赚多少？问题在这里了，问题在这里，到底今年一下子可以赚一个资本额两个资本额，或者今年只能赚个五块钱不到呢？我也不清楚，我不清楚。对对,對，这一方面我还在追踪啊。啊，当这种情况之下，所以怀疑它本例比不会太高之后，股价涨高了，它自然它就修正啊，修正下来，甚至跟你跌停板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既然在之前你看到在这里。 在这里是好样的回档下来，拉回到第二关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下跌途中我曾经跟你警告过一件事，什么事情呢？什么事情要记得吗？来嘛，我不是讲了吗？在这里刚当初是第二关了、啊，多头步伐了，下来之前呢，到二零五已经呢来到第三关了，小破小破真破还是假破？我说第三关是二零八，你如果再看它破二零八的话，我说你就小心了，小心那种情况是真回档。 是真回档，甚至就是总修正。所谓总修正，就是不是针对这一波而言，而是针对呢这一整大波，针对这一整大波来一个总修正了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嘛，对不對,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所谓的 TPK，既然它跌停，我们拿出来继续探讨。之前有讲过嘛，哈、啊，来，那你看到了周 K，这个是周 K 的，他、啊、说一个周 K 情况之下，呃，其实说起来个当时呢。 这张个股验贼了哈，拉起来到这里是第三关，近关情绪从这里一次拉回整理之后阿梅、啊、死起来，创高，创高之后突破第三关，突破第三关之后应该要给人回升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以为突破第三关就要回升？就我刚所讲，你要兼顾基本面，本利比会不会嫌高了？嫌高的情况之下，拜托您就不要追，是不是？你追它的话掉下来不会掉到这个地方来了吗？好啊，既然这个这一下子呢，它变成全波性总修正了，那这个样子的话。 全部性，全部性，把背景等于扩扩大。背景扩大的情况之下，那我们计算一下了哈，如果回档下来，要第二关，第二关在哪里？这个关比较大了，比较大了，一九三，一九三，你看到了吗？一九三哈。问题来了，P two 等于一九三，今天跌停板，礼拜五跌停是一九零点五呢，是一九零点五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九零点五的情况之下，你说，哎、欸、啊，没关系，要不然给它更下一层了哈。啊 要套在高档的人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哈、啊。好，更下一层的话，那请问最后防线在哪里？全部性总修正，最后防线哈、啊，当场算没有关系了。嗯哼，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，多少？一百八十一块，一百八十一块哈，一八一写上去没关系啊。你如果对他来讲有所关切的话，好，把它记录下来，改天可以做一个参考了哈、啊。我们也保证说他一定要到那个地方，或者到那个地方一定撑得住怎么样？ 我可没有这个样子讲哈，那么一个东西嘛哈，啊既然都可以算出来的话啊，请问买单要挂在哪里？说真的了哈，如果说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我指的是我们的会员啦，通通已经预备好了，在哪里要摆摊的话，坦白讲，我在节目当中呢就不应该，也不会这个样子公开验算给你看，是不是又不是在报名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种情形，如果掉到这里，如果继续掉这个地方的话。 有没有兴趣那再说了，有没有兴趣那再说，没有告诉你等着在那个地方要去买它哦，毕竟一个东西嘛。像我所讲的，我现在有很爱买股票吗？没有，没有啊？为什么？相信忠实的观众都很清楚了。我心里头一个心结，一个心结在哪里？好歹你九千五九五至尊要破嘛，搞了半天，大盘九千五九至尊。 都还不破，都还不破。当他如果再下来，如果下个礼拜再下来的话，请问我还会告诉你屡测低点终未破吗？一样，我照样会再重申屡测低点、屡测关卡、屡测九五至尊终未破，我还是会重申这句话啦，对不對,对？但是国际标准嘛，理论里头没有跟你规定那个屡测到底是要第几次啦。 他没有走他旅车要几次之后他才要真的破？哪一次要破？没有规定啊，没有规定。只是他如果再下来，我要跟你重申这句话嘛。但搞了半天，他下来了吗？破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是那种所谓我我固然是做空的，没有错了。我不知那大空特空啊，所以要给他往下落井下石到哪边去？我说你真的跌下来的情况之下了哈，配合大盘跌下来，如果我喜欢的股价，我逢低做买是不是不行啊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 但我心里头有个心结，我总希望它可以破九千五的情况之下，我真的爱买什么东西，我买的会比较安心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啊、呃，这种情况下，所以呢，我跟燕庄给你看，没有告诉你说要在哪里挂买单，我现在并没有预算要这个样子做，但是我只能反过来讲了、啊、哈，哎、欸，要是说 TPK 了哈，不管今年转机到最后大不大，它今年获利多少钱，现在法人权预估也都还没出来，我也还搞不清楚。 但是如果说真的，人家跌到一八一，如果真的跌到一八一的话，你也不要在那个地方落井下石啦。我没有叫你在那个地方接哦、喔。但是反过来，在那里这也不落落井下石啦。然后你看周 K，周 K 布林轨道从上线这里界外，当时叫超买现象，再打下，现在接近下线哦、喔，接近下线了、喔。要是在破下线的哎、欸，第三关会不会破下线呢、啊？第三关会破下，要破下线情况之下，那最起码也是种超买现象啊。那种情形呢，你最起码不要在那个地方落井下石。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哈、哦！那如果说到了在今天我们吉文吉达要所讲的好羊股，当然呢、欸，这个好羊股指的不是指 TPK 了，不是指 TPK 啊，吉文吉达所在那个标的，待会节目呃广告过后，我们再来谈。 赴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。废气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。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、喔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九九，健康九九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哈啊！如果说呢，这是一档好阳股的话，请问好阳股是不是就啊、呃、一路往上涨都不会拉回了？那、no, 涨多少照样会拉回了啊！不用说什么，你说台积电好了，台积电台积电好不好？台积电似乎很好啊，啊很好的情况下，哎、欸，法人常常对他歌功颂德的，台积电股价还不还不是会跌。 还不是这样会跌啊？因为法术会开了之后怎么样？呃，看到报纸头版头条嘛，台积遇到三乱流，所以说本季保守啊，股价就跌给你看。搞了半天之后了哈，你还以为台积这一下子要给你创高，要涨到哪边去哈？哎、欸，来看到除了大盘是头肩顶还没有变了、哦，头肩顶啊，紫差没有，还没正式破颈线而已。台积来讲，台积是 M 头啊，台积是 M 头在颈线附近啊，还黏在这个地方啊，你以为要上了吗？你以为要上了吗？对不对？ 我不分解给他听过，哈、嗯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个做倒立三三平台就后，如果下午破啊构筑成 M 头，情况在颈线附近啊，你看它反弹到一四八，啊，反弹一四八是反弹第二关，第二第第二小关，来看到一四八、一四七、减五、一四七，你以为真要涨吗？没有啊，先来连到颈线这附近啊，对，为什么连在这里？一四二原本是它的一个支撑所在嘛，啊，啊，如果真正破下来呢？啊，一二啊，三四啊，图形周期满足可以跌到哪里？ 啊，我没有办法真的划线给他走，只是让你明白了哈，这是一种剧本，这是一种剧本。他要不要,要不要照这个演出？我不是市场的导演，我不是市场导演啊。如果台积会这样演出的话，那大盘，请问一下，那一个所谓的头肩顶会不会成立？自然就会成立了啊。但话说回来，今天我们要急问急打的啊，这个也不是台积电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台积电在我心目中呢，它当然它不是羊啊，它是牛。那怎么讲呢？ 大牛股，大牛股啊！所谓的羊呢？羊是小型的，羊是小型的啊、哦。好，OK。讲到这一档，好羊，好羊。中职的观众们，应该用猜以为猜得到啊。还没猜到的话，看一下，在之前曾经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几次了。这一档当我在欣赏他的时候，你刚藏起这个所谓的，他藏起这个月 K 线，当时如果做突破突破的情况之下，来总反弹第一大关多少？一二零，一二零，当时股价一零九。 我说呢，给他如果方向逃到一二零而来，好交叉运算了、啊、哈。如果说来大背景阶段性来讲的话，是第二关，第二关一二五一二五好，一二零到一二五，一二零到一二五。我说，当他涨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换多头就要小心了，换多头就要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原本我在欣赏他的时候，你如果不信，你去办公他是被嘎了。但是后来好心跟你讲，涨到一百零九时，我告诉我说，如果他来到一二零到一二五。 换多头要小心，换多头要小心，结果呢？结果呢？来看到，一二零到一二五，它到一二二到一二，没错，就掉下来，就掉下来，是不是？而且掉下来，说真的有没有符合理论？非常符合理论，符合什么理论？来，你看到下面这个是布林轨道线啊，在这个地方它有所缩缩合，它轨道缩合之后往上做突破，告诉你方向，然后这个股价粘在啊，对，上线这里往上走，对不对？ 我们边讲还是在边复习的哈，全方位战术带状操作破零轨道线，在复习当中你应该就要想起来，这场各国心目中好像是在讲谁嘛？好，来看到挤压或突破系统，对不对？当时所有挤压往上做突破，告诉你方向。接着呢，接着最强是什么？漫步边缘的顺势系统。 漫步边缘顺势系统，但是这个漫步边缘不是永无止境哈、啊，到什么情况之下会变掉？轨道扩张初期，上下线会持续拉开。接着注意涨势，观察下线，观察下线下线一旦转折向上，则涨势暂告一段落。这个起码练过五百遍哈、啊，来看到哈、啊，来在这里轨道扩张初期看下线下线转折向上，则涨势。 暂告一段落，所以回档回档下还没有错回下线到这里之后开始变什么？你会发现开始这个价格分布啊，是变成在下滑的中线跟下线之间，代表它是属于怎样的一个行进？嗯哼，来《股市孙子兵法八五与九定》里头，开张名义在讲什么？“ e 楚山之君以不临轨道，楚山之君、不临轨道，告诉你它是下山，下山，下山之带状就这么一回事嘛。啊，所以下山到底下到什么什么地方来呢？还记得吗？在之前我就针对它。 我说来个急问，急长在之前呢、啊，哈。我这涨个股呢，当时我警告了，一二零到一二五啊，多头要小心他啊。它涨多会拉尾啊，涨多拉尾的情况之下，我说拉回到哪里，我重新才会对它有兴趣。要拉回到哪里，我要重新有兴趣。还记得吗？当时呢，有打电话来，请问一下我们助理告告告诉你多少？要到哪里才有兴趣？给你一个当时我所讲的回答，你什么？破九五以下才有兴趣。 有没有破九以下？我最起码要破九，我才有兴趣了。我相信在当时很多人怀疑了：他会破九五吗？会破九五吗？是，叠着叠着到礼拜五破九五了，破九五到九四五了，到九四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起来说，哎、欸，这破九，我是不是要开始对它有兴趣了？这下你知道我在讲谁了哈？知道我在讲谁了哈？那问题来了，哎、欸，所以破九以下它下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有没有具体可以提供给我们呢？ 有没有具体的啊？重点就来了哈。今天呢，如果你知道他是谁，那他已看到他已经破九五了。问题九五一下下到什么地方？下面两个支撑架，下面两个支撑架，今天待会节目过后是即问即答，即问即答，直接就简单告诉你啊你若连他还不晓得他是谁，你打来，当然同时助理又告诉你他是谁。下面两个支撑架，但是话说回来了、啊、哈，大家别误会。 我没有指示你在那个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不会指示你在那个地方要怎么做啦。啊！包括你说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在那个地方一定要做买进？我们也还没有准备马上买进，我也还在看。我真的很希望大盘刚才破九千五，它到什么地方那个下子呢，会来的更加刚好。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